超過33萬人在户外倒數迎接2009年，不少人都說送走高低起伏的一年，希望09年一切平穩進步。由黃志康帶大家看看倒數的情況。送走跌宕的一年。Happy New Year！ 在时代广场的50000人，这一刻都充满盼望。2008年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失落也好，还灾难也好。2009年，我们希望一切能够好起来。世界和平啦！我个仔读书唔好咁懒啦，勤勤力力啦，所有嘅细路仔都乖。不要再有毒奶粉了。很多人都说2008年是有喜有悲的一年，所以走出街上用高涨的情绪送走2008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国金二期照耀新的一年。请各位期待新春好靓，白色喷出来的最靓。刚刚倒数一踏入新年第一秒最靓。怎样来吧？哎，灿烂够光辉够紧啊！在兰桂坊，无论来自世界哪一个角落，个个都情绪高涨，气氛年年都咁热烈。在酒店就载歌载舞，2008年有乜唔开心，就好似篤气球咁送走佢啦。祝愿09香港好。有线电视记者黄志康报道。而在澳門西灣湖廣場，超過30000人出席大型的慶祝晚會，又一起倒數迎接新的一年來臨。另外，在澳門旅遊塔對開的海面，有煙花綻放送舊迎新。而亞太區多個城市都有活動迎接新年，由移民機講下。位于南太平洋的澳洲和新西兰率先踏入09年。在澳洲悉尼，超过100000枚烟火加入闪电和行雷等特别的效果，在悉尼大桥一带发放，照亮上空。长达10多分钟的烟花表演在港口一带就吸引了150000人观赏。今年烟花表演用了5000公斤各类的烟花，耗资500万澳元。新西兰比澳洲快2小时踏入09年，在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地标天空塔，灿烂夺目的烟花在地标天空塔上空绽放，庆祝新年的来临。日本东京增上寺就有敲钟仪式迎接新年，传统的108下钟声象征洗去全部的罪业和贪念，大批民众走到街上面祈福，很多人都祈求新年经济有新气象。千几个气球就在东京铁塔前面发放，迎接新的一年。踏正12点，北京市民倒数庆祝。亦都有歌舞表演助庆，挥别08奥运年，祈求嚟紧嘅一年中国繁荣。3、2、1，而喺台北，
就举行跨年演唱晚会，地标101大楼亦都有放烟火活动，烟火发放时间长达188秒。泰国芭提雅亦都有倒数活动，同放烟花庆祝新年。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，很多人一家大小走上街看烟花之余，还在街上放炮仗庆祝一下。有线电视记者严明基报道。